志刚妈妈无用伫咧宝宝啊做班头，这是家己中立社区用地远产业经过所研发的，希望会使借此带动产业发展，帮助地方的农民。今仔日，阮社区会来用这个金瓜来做社区的产业，吼，非常感谢当初就是咱公所，尤其咱毕日科长安尼来找阮安尼来做这个社区产业。阮甲社区的居民讲，只要恁伫咧转作方面，不管你多少好歹，阮社区拢会当甲恁帮忙来收购，给恁加减的一点啊收费。来推动咱的产业，帮助咱农民。每礼拜社区志工妈妈拢会到古店做馒头，所有收入拢作为社区基金。伊嘛表示讲，伊在地好实在来行销社区特产，大家人是拢做甲真欢喜。咱来做一项来推社区了，对啊。所以讲吼，头仔是做馒头，即卖馒头做的嘛，会使哦，无搁来做菜包。菜包即卖发展了，迄落有稳定啊，才过来做迄落肉包安尼。阮是安尼迄落，算讲吼渐进的了对。所以讲大部分就对吼，你若像阮今仔做的，大部分就是讲吼拢人订的。嘛有真侪，因为阮原先阮会做较低嘛吼，人也看到，伫即个路宁看到了对啦吼，伊就会入来讲敢阁有安尼，伊就买安尼。当然，阮是卖了准拄好安尼。中林社区理事长表示，透过每一季工妈妈协助，还佮有人客斗小报，才有法度将地方的特色产业推广出去。这是感觉上骄傲的一件代志。那天新闻了，先甲你采访报道。